跟心理片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们给我太大的压力，然后就没有 update video 咯。那你看 social media 又没有 update， 最主要是觉得哎，最近有点难看了。最近不跟心理片粉丝怪你，是吗？我要自己拿 cam 很累，拿你们这样的 idea 就不错，你们拿着 cam 拍我，我觉得这个 idea 可以，以后你们每一天来我家拍我的日常每一天，那如果每一天你们来这样子拍我的 video 的话，我就有 daily vlog 给我的粉丝看了，然后他们就会爱我了咯，对不对？ Eric， 每天看你煮饭哦。煮饭主要是因为乐趣，在家没有事情做，没有工作，然后就煮饭。你是煮给谁吃？煮饭煮很多人吃啦，煮五样菜，然后过我的 Q&A 是有人讲你煮给男朋友吃，到底是有谁会煮五样菜给男朋友吃，还是每一天煮？到底是谁两个人怎么样吃五样菜？他是煮给我的 family 吃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几天时间煮饭？一天用四个小时咯。那你其他时间？其他的时间玩游戏是吗？是玩游戏是纾解压力，虽然我不知道最近我的压力在哪里，但是就是还是纾解压力。你直接一个人录给你，你再开箱。你们拍随便。OK， 现在我要做梦。这个影片会二哥在你的 YouTube 前的。不着讲。然后公司帮你看起来是有 forever 的 fighting zombie with mystery is over。那我现在叫你开箱。对，我就要开这个盒子 ，State of Survivor。我最近有在玩的游戏，蛮好玩的。它是那种 zombie 游戏来的，可以有建东西啊，然后就去攻它。zombie 开了过后，我要猜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有卡，有一张卡，然后一些帽子、照片、刺青，还有什么？先来看一下。在这来临的 State of Survivor Fighting Zombie with Mysterious Lovers， 你会有神秘搭档 ，OK？ 所以现在我会有神秘搭档，所以神秘搭档会看到我的 video， 然后里面会提供线索帮助我猜我的那个神秘搭档，你觉得会是谁呢？哦，所以里面的照片是我的搭档来的，其中一个我要猜。猜出你的搭档之后，请依据我们设定好的题目拍一段视频给对方。所以现在我要根据我盒子里面有的线索，然后去猜我的神秘搭档是谁。这样好猜吗？会是我认识的吗？马来西亚人，香港人。首先我们有的是帽子，帽子要猜。现在有的是一个老虎，女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 Deku Sticker 母老虎。这是狮子 ，sorry。谁是狮子哦？然后还有的是耳环，女的吧。然后。香水，这种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就看那个味道。哇，这是女孩子的味道。哎，这是女孩子味道来的，真的是女孩子味道，是女孩子味道是不是？是女孩子味道，所以是女的。看里面还有什么？然后有照片，照片里真的是有女孩子哎，女孩子美女，韩国妹嘞，很美一下嘞。所以这些都是有参与的。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戴帽子啊。有一个戴帽子的照片，所以哦，我觉得应该要玩排除法，这么排除完全部男的，不对啊，那个卡里面写 lovers 嘛， lovers 一定是男女关系的，我觉得一般上啊，不可能是女女，女生的话我也 OK 的，我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是男生呢、啊。难道我的公司要帮助我找男朋友？我已经很多了，很烦了，你们不要再来了，很烦，男朋友已经很多，很烦了。OK， 这边有一 pair 的帅哦，这两个帅。这两个没有机会合作的，他是台湾人，然后有韩国人，彩的花刺青 ，Crazy Man 他们有刺青哎，耳环，对啊 ，Crazy Man 有耳环，这个是女的还是男的？我是很想跟女生合作，因为有美女，我的影片就有看头、哦。我很喜欢这个嘞，这个很漂亮，韩国妹子，我可以硬要女的吗？我觉得 lovers 我们以字眼的关键词，我们排除掉女生，所以只有男生可以选。要猜的话，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。以我最擅长的语言的话，应该是华语。刚好 Crazy Man 他们是台湾人，我才是 Crazy Man 呢，因为两个帅的有个选择嘛，跨国合作对不对？所以我猜的是 Crazy Man， 对了吗？应该。所以我还不懂答案的。不懂。所以你也不懂我的搭档，还是你不要跟我讲，看你样子就是不要跟我讲哦。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所以就是根据好设定的题目拍一段视频给对方。我要自我介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你好，我是很小啊，你来自哪里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第一印象很重要。
可爱善良又怎么样？快点快点帮我想吃。第一什么东西？我们等下拍什么？认真拍哦。叫什么名字？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韩小爱，你可以叫我 baby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马来西亚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是一个大辣辣的女生，可爱善良。玩游戏，我非常喜欢玩游戏，然后最近都有在玩手游，就是 State of Survivor。有什么想对你的搭档说？希望在游戏里可以做我男朋友，然后在游戏外也可以做我男朋友，也期待可以跟你在 State of Survivor 的 Fighting Zombie Mysterious Lovers 跟你见面。所以，你喜欢我吗？